好了，这个命盘是一个女人的命盘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看了她的命盘以后呢，我们看她的命盘很奇怪，没有相害的，没有相冲的，但是寅与亥它是相合的，这说明她的八字流通的好，亥与卯是相合的，但是她的亥丑缺子，寅卯缺辰。那么这就是说，他每到子年和这个辰年的时候呢，他都是亥子丑寅卯辰三会成局呀、啊。也就是说，他有机会会成局，会成的是指的什么局？寅卯辰会的是财局呀、啊。亥子丑缺丑会的是官禄局呀、啊。也就是说，他有机会能成为大富大贵、功成名就之人呢、啊。但是我们说了，我们看他的运功在哪里？他的运功在申金。在厄门，我们来呢讲，他是天干是什么？寅冲身，那他就是犯一马呀。他这一生就是女人骑到马背上来的，那他就过的是马背的生活，他这一生就不安稳不安定，就是跑动之命呗。这也说明他就不是属于那种做绣楼的命，是跑跑动动的这么一种命局的。你想让他安安稳稳的，那也不可能的啊，他就不是做绣楼的命。但是呢，他里面的什么星进去了呢？就女人逢金星，他的富贵都是由自己造取的。因为金星是乾卦，乾卦是山呢、啊，山他就要面子啊，所以说他这一生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让别人去做去，啊！但是我们说了有这么一句话，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，他是不适合于当管理啊。为什么不适合当领导管理，他只适合于被领导管理呢？因为他做什么事情有点我行我素，然后做什么事情呢，我愿意高兴怎么都行，他不会走官道啊，他不会阿谀奉承，不会溜须拍马。你要让他会他也会，但是金星的人会，但是从来不去做起。为什么呢？他感觉到我委曲求全的活的，那就不是我了。你看他在身也是代表猴，那齐天大圣，你说齐天大圣不会来事吗？不会说话吗？他都会来事的时候比谁都会来事，都跟朋友跟大家伙在一起交往的时候也都会，但是该奉承的时候也都会，但是他脾气不好，脾气一上来那一阵儿，哎，他就特别任性啊。你看齐天大圣大闹天宫，对吧？哎，他就特别任性，他也是一个特别任性的人呢、啊。这是我们讲了。但是我们说了，他的婚姻宫一点也没毛病，为什么五味化合呀？离火生坤土啊，他家里谁是大王？他当然是大王了，对吧？哎，火来生土，他的爱人跟他的兄弟姐妹跟他的父母就和睦。有的时候他爱人也想管他，为什么有个四星在内，四星为凶门之星啊。但是当凶门跟恶门碰撞到一起的时候，谁裂开啊？当然是恶门裂开。恶门里面有个猴啊，猴是三中代王啊。猴能降龙伏虎啊，四星里面有个辰龙啊，龙太子也被那个成了白龙马了呗，对吧？哎，所以呢，他的婚姻不犯毛病，而且呢，我们再看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命里带着一个什么呢？带着一个寅木是迁移，他叫跑动；亥水是田宅，田宅是什么？是家呀。女人带着田宅。带着家，那就兴家兴业呀，他就绝对不是少数性命啊。一个少数性命会把家业都给你倒空了，而他那个田宅宫，他自带田宅来呀，所以说他自己就会挣田产挣房产呢、啊。而且田宅宫离月令啊，会很旺啊。但是呢，天干是木啊，他这一生都为什么而活呀？为房产而活，那就也就是说大家大意，他赚的钱都买什么了？买房子了，为房子而累，为房子而辛苦，啊，这是属于。但是他的家业一定会很兴旺，而这还有一个卯是什么呢？是疾病啊，
所以说他的身体就不会像一那种特别强壮、特别大、特别胖。按道理，他的八字是运在坤土，应该是很胖的那一种。如果在胃土，一般大多数是属于肥沃，但是他身经有骨啊，骨外有肉，所以说他是属于那种偷胖型的啊、这属于其一。其二呢，我们说了。九星在中的人呢，他是奇门遁甲的珍珠门珍珠星。咱太公奇门里面说，九星是富贵吉祥之星，它是有化解力啊。它在中间，它能化解中间的一切的这个不好的，也就是说，它会把八门都给它不好的都会化解了。但是他这个九星一般来说女的，那他迁移骑的马来的，那九星在中，那他一定是天上来的呗。但是他在天上来的好不好呢？我们看说他寅卯缺什么？缺辰，他八字里没有辰。亥子啊，亥丑缺啥？缺子，子是他的事业宫，这就说明说他有一残缺呀。这种残缺我们看说。马上就要走运了，为什么呢？他这里现了一个子，这个子亥子丑，亥丑缺子，现在课上现子了，那就亥子丑三会成局了，亥现了什么？今年是他的田产呢，天灾宫啊，所以说他今年家业开始安稳了。但是这有一个午火要冲动他的事业宫了，他现在事业想变动了啊，想要挪卧了，换朝了。但是他挪卧换朝好不好呢？我们看天干天意，午火上面是庚金，金来生水，那他换了好啊，他变动一下子会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事业宫始终都是将帅之星，他其实他走到哪儿，他也算是说的比较帅，虽然不掌权，但是他却有那个位，就是不长官他就能说的帅。但是今年亥子丑一到位的时候了就好了。但是他现在想动好不好？好啊，而能不能动成呢？这有个子啊，子能不能动成能啊？所以说他动了以后会非常好。天干是丙火，丙火水去克火，事业宫他要去克天气，就是说你无论让不让他动，他都已经在动了，都已经也在想动了，现在也就是说等待着什么呢？等待着天时。那我们看说，有亥有子，缺什么？缺丑，他八字里也有丑，所以说他三会已经成局，他今年事业宫必然会动，动了以后呢，也必然会很好。但是我们说近段月远段年，他明年才真正的去掌权，因为什么？这个将星开始发挥了。这个子水到位了，但这子一到位以后，明年什么时候它好呢？明年三月份，因为什么？亥子丑寅卯辰三会成局了，所以说它就形成亥子丑寅卯辰，所以说到明年的三月，它就会大旺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辰，毕竟说三月不是辰年呢，太岁要掌权呢，所以说他明年走事业运，就是在这个辰年的时候，他开始行财运，寅卯辰三会成局，那个时候他就是属于大富大贵的相，他这个命局应该算是属于大富大贵的格局。但是虽然是年月日时，现在不限辰，我们看，首先第一点，生这一年是他本命太岁，对吧？本命太岁旺不旺的财呢？他的财在辰，辰土里面藏木，好了，木暗助他，但是呢木还克他，他时时刻刻感觉到有一种钱财的危机，但是他却不缺钱。但是呢太岁天干是木了，天意助克他呢，他就是总是有一种危机感，好像总像是钱不够似的，但实质上他有没有钱呢？有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把钱都弄到房产上了。你要说他一下子拿出多少钱花，他可能拿不出来，但是你要说他把资产要都变卖了，他是有钱人。为什么他有田产呢？但是我们说亥月，好了，我们看月令水土去克水，他永远都要去赚钱，这辈子他这辈子会成为赚钱的什么工具。但是呢
月亮是水呀，水来生木，他想去做工作，想赚钱，能不能赚钱呢？能啊，他能赚来钱呢、啊。但是他却能赚钱不到享福啊，为什么？他的福德宫在虚啊。啊，在虚的话，他年月日时不限虚啊，卯虚化合就是克他呀，克他的话，天干水会泄他，所以说他要去赚一辈子钱的，啊，一辈子都不安定安稳的。但是呢，他将来赚钱都给谁了？你看子女宫，啊，他应该有个八星在内，八为男孩，他应该有个男孩。孩子的财宫在哪？运凶偶子财，孩子的财宫在丑，他八字里有丑啊，亥子丑，将来他赚的钱都给谁了？都给孩子了，给孩子干嘛去？给孩子挥霍，也就是他的孩子将来不用太去赚钱，那父母都给赚够了，孩子就是挥霍去呗，就会去花去呗。为什么？孩子的财宫落了一个太阳星啊，啊，他是舍不得花，有人替他花也别着急呀、啊。啊，这是，但是终归来讲说，那你说父母赚钱不给孩子花，给谁花呢？是不是？啊，这就是说，其实什么事情都是什么相辅相成的，啊，这是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，吉命一生可能庸庸碌碌，凶命方能造就人中之龙啊。有的人太好的在顺境之中度过，他除了爱操心，啊，然后呢？奔波一点，但是他不是没有钱人呢、啊。他亥子丑寅卯辰三会成局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大富大贵的命啊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说不能去跟马云比，但是在他的行业领域里，他也是很优秀的人呢、啊。他不缺钱呢、啊，为什么八星在里啊？所以说他赚的是人脉钱呢、啊，他赚钱也如探囊取物一般，而且九星再增为珍珠门呢、啊，他中宫里面放的全是金银珠宝啊，啊、嗯，所以说他的命算是一个好命。但是呢，我们说亥水之年是田宅宫土克水，他今年还要买房子，他要还贷的，为什么天干土来克呀？所以说他要攒固定资产的。那我们说了，说正月二月三月为寅呢，寅卯木，寅卯木正好是行他的财运呢、啊，啊，所以说他在正月二月三月的时候他也有钱，但是别忘了说正月二月丙丁属火，火来生土，他有钱是有钱呢，但是尘土里面藏了一个木啊，木要去生天干火呀，所以说他正月二月三月他花销也很大呀。啊、嗯，但是我们说了，他三月份的时候戊辰天干地支全是土，木去克土，他一定会去投点别的资啊，或者是炒股，或者是金融啊，他把钱放，他爱放到那个地方的，啊、嗯，那四月五月六月属于夏天火的，天干是土啊、嗯，更金土去生金呢、啊，他在这几个月。他的人生可能就会在四月五月六月这几个月稍微差一点，为什么呢？都是火和金来泄他的财和克他的财。那他一到了七月八月九月的时候，天干水人水生到他的财，也就是说他真正的是到寅水的时候，水来生木，然后后面乙木丙火，也就是说他到了七月下半年都会非常好。那六月属于申金，天干是水来生啊，七月，也就是到他的运气宫位了，那水来生木，他就得暗财呀。所以说他今年呢，事业宫他就一定会动啊，然后动了以后一定会好，然后今年会买房子啊，子女将来那也会非常不错，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说他旺子女的财，子女进来八星，八星是为天印之星啊，孩子做事也是风风火火啊，这是属于这么一种象。大概的流年啊，他今年下半年比较好，上半年呢也行，就是四月五月六月有一点忌讳啊就可以了啊，其他的没有什么了啊，这个命就到完了。